周婷与情谊闺蜜张玲与约会学长插九把刀太爱，然而九把刀劈腿女记者事件中最温馨的外挂，莫过于小三周婷与的手帕娇东森记者张玲与了吧？所以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跟他认真。她与闺蜜沆瀣一气，在记者会上对九把刀完全没有好脸色啊，博得乡民好感。然而这位瞪人的侠女身边也有异性出没着。没有，你干嘛要出这一条？看个电影，你不要写我好不好？真是听笑了。我们走得那么开，怎么会算是男朋友？没有啦，搭肩女朋友哪会搭男朋友的肩膀啦？就是家住我附近，以前是小时候的学长，国中的学长。天哪，我的妈！我跟你讲，你们不要。要写是不是？天哪！照片有漂亮吗？照片哦，也没有一个型哎，也没有一个特别怎么样的型。九把刀可以？不可以耶。苹果娱乐 online 九把刀太矮了哦。报道。